流苏树由根拿弯。大家好，我是龚昌章，这是一棵流苏，我们这边也叫它由根，是用来嫁接桂花用的，它的干太斜了，今天给它拿拿弯。这棵流苏啊，向后这个弯往这边顺的太难，咱今天给它整一整，给它拿拿弯，拿拿弯，给它往这边顺一顺，看一看，就举来给它嘎一刀。大家嘎的时间看可以叫手用用用用能不能用动了，能用动的话就行了，不用动的话这个碗可以嘎到三分之二也可以。大家嘎的时间一定要把这个锯口来嘎平的。好了，这个玩意基本上就这么样哈。啥塑料？叫这个塑料薄膜，把它包起来。一定要包严了它，别叫它透气，给它看起来。这个碗拿来，基本上就是和这个达到咱要的这个理想温度了。大家拿这个碗的时间一定要注意这么几点。第一，必须得熟视长着旺的时间，就是它生长旺季，因为什么？它伤口愈合快。第二个吧，这就是拿着碗拿这个锯啊，一定要看着直面，别嘎的，等它把直面再抻裂它。看着差不多，你可以嘎两刀、三刀锯口。那真正上那大碗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多嘎几刀，把它顺过来。就是这个锯一定要嘎的锯口平。大家就是有那个理想的愈合剂，可以抹点愈合剂。能恢复的快一点，不过现在这个生长旺季，不大有劲儿。再一个，这个现在吧，就是搁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，别叫太阳硬晒，大约有一个月到四十天，这伤口就得愈合好了。就是长的，就是长好了，长好了以后，可以就嫁接了，烤接。